法官大人，被告因为很狡猾，所以才害我的当事人跌倒伤成这个样子。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自己狡猾。等一下，你们说的狡猾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脚很滑，滑倒的意思。为什么不用 G-MES？ G-MES？ G-MES 防滑剂，赢得您的笑容是我们的保证。你不是很聪明的吗？怎么不知道？